总统夫人这个呢，我们知道进行的时间，这个一查也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，主要是这个时间排不了啊。但是夫人呢也感觉我们东西挺好的，她亲自去了我们家啊，东宫先生也去了我们家，就感觉这个展览会有必要很快的把它开了。这个好大。第二个问题讲的是那个就是你要谈到对这个建筑，你跟他说的这个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啊。我感到不是我的问题，在座的也应该感到你们不是一个记者啊，应该做一个现代的记者，记者跟现代记者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看我们画梅花，画那个什么，你们也很多的画梅花的，画这个牡丹的，那你看看现在这个环境能放这个吗？是不是已经落后了？是不是已经落后了？现在都是大块面积的面积，建筑也是大块面积，我们走进路的都是小马路的，是在这个时代来讲，你画家跟不上行吗？是我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啊？我根本不是什么环境，我就是一个画家，我认为画家我必须懂得现代，不懂得现代的话我就跟不上现代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现在在看，天天在看，怎么抽出时间来也得看现在的青春爱情剧。我倒不是喜欢看着爱情剧那胡编乱造的那些情节，我倒想着跟这个时代，哦，现在需要他怎么穿的，怎么戴的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画家再不了解这个，他就不是现代的画家。记者要不是懂得这些的话，也不是现代的记者。你比如说有的记者老资格的记者，你不跟着走，你还是用你原来那些，是不是？你写出文章来人家会笑的。画家更是，我们画什么东西必须得跟着现代的啊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在这里面有荷花，大家看到我们有17000年前的啊，两千年到7000年的古文字，我都把。